已知的实相二第58节前情摘要。我与非我的二元认知带来自我的与我之外的理念差别。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我是谁？谁是我？哪个是我？什么是我？在一层层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探究后，不难发现，整个宇宙里只有一个相当客观的模糊的、混沌的、不断变化着的所谓一体性群体意识存在，它把自己无限细分拉扯，搞出无以计数的意识对照面。这些彼此极性相反的分化，彼此间展开穷举式随机组合，通过各种可能性的再组合与再分化，增加正无穷与负无穷间所有可能性的实证探索，并又衍生出各种相互交错的树状、伞状、球状、多维多元亚分支体系。在这个复杂的多层套叠的多元多维意识体系中，担任基础显像功能的是意识能量微粒，它们构成各个亚空间中的伪装世界，并演绎出所谓的时间演变，成为布景与道具、灯光与音效、化妆与服装各部门。再有就是广大的群众演员和专业演员群体，他们是各种人格片段演绎过的角色之残影。这些被一遍遍生成的故事背景资料汇总成时代背景资料，都被完整地保留在群体无意识中。如果谁需要经历和体验某一角色与某一时代背景，需要某一家庭作为角色生成的铺垫，某些事件成为人生的遭遇，系统就会把诸多风马牛不相关的片段有效地组合成一个新的浓缩戏剧，呈现给体验者去经历。这一组合编导的过程是由导演组、编剧组、投资人组共同完成的，他们并不出镜，但在幕后左右着一切的走向。这些都在角色出生前被有序地安排好了，可以叫做生命的蓝图或宿命。宿命并非是一条死胡同的单行道，宿命是一个矩阵的合集，其中充满了矩阵式的各种平行可能性，即所谓的 B 计划。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大事件前，你都有有限的选择的机会，这些不同的选择构成了各种同时存在的平行人生体验，而每个人生中那个所谓的你都同样的真实有效，当然也包括你所谓的家人和世界。进入角色的这个灵魂我可不是一个意识体的片段，而是一群。在这一群自我意识面向中，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专长和特色，他们推举出一个最弱的短板来历经相应的磨难，而其他较成熟的自我作为他的辅助，成为辅助人格，而短板成为主人格。辅助人格跟随着这一人生体验，共同参与某些事情的决策，但在决策时需要尊重主人格的意见和观点，这样主人格才能通过自己的错误逐步认识到哪些认知需要加强，哪些理念出现了偏激。为了有效地提高自我群体意识中辅助人格的人生参与感，辅助人格可以用两种方式直接参与角色我的人生过程。一种方式是众议会制，辅助意识们可以通过灵感的方式，透过潜意识把各种不同的见解与意向传递给角色我的显意识，成为某一备选方案之一。另一种方式是在梦中展开对相同或类似场景的再现，显示出其他可能性的演化路径，并体验出不同可能性的结果感受。梦是对伪装体验的一种补充，也是内在其他自我有效参与人生体验的舞台。我们所谓的现实生活与梦中的经历，没有哪个更真或更假，都是自我意识焦点投影生成的伪装，只是梦境的内容更跳脱，意境更直白地展现出自我意识群体关注的意识焦点所在。第58节，成为鼻祖或回归存有。
1964年6月1日晚上9点，周一，按指示。8点50，真从小睡中醒来。在睡觉时，他对这次课程的主题有一个想法，但一醒来就忘了，一切回归安静，没有证人。正和往常一样，在课程开始之前紧张。他相当轻声地传述，步履轻快，整节课一直维持这个状态，眼睛变黑如常。晚安，晚安，塞斯。我一直觉得你们在上课前的对话很有趣，鲁伯的小动作，比如看一看时钟的指针分秒过去，没有一次不逗我发笑。约瑟，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还是继续着好笑的举动，我是一点也不惊讶，这是他的天性。不过，这种有趣的情节背后的谨慎和自我的力量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这次用得很好，给了自己额外的纪律，这些都是好事。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的弹性，也就是说没有自我的这种承担控制，并把鲁伯引导回来，立即恢复控制的能力，我们的课就不会那么平静，整个资料的质与量也都会受损。我当然不想让他对我发火，因为我太熟悉他的火爆反应。这里真的声音变得很轻松快活。就自己和非自己而言，正如你所知，自己这个单位是由内在自我组织的，内在自我指挥着整个能量场，外在自我指挥这个完形在物质宇宙中的操纵。外在自我与物质属性的关系更紧密，然而它可以通过改变焦点来直接体验内在实相。通过与内在自我相一致，用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感官聚焦它的能量，这是迄今为止体验内在实相最有力的方法，因为外在自我因此有意识地觉察到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中使用这种知识。当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追求完全相反的观点以及不同目的和目标时，你们就遇到困难了。在研究人类的人格和心灵上，你们的心理学家走得不远也不够深。当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间存在着完全的障碍或近乎完全的障碍时，那么整体自己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值得充盈。这样的分裂在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目前也正在发生。有一个由自我意识构成的内在意识我，它在伪装物质实相中扮演了角色我。这个角色我不光是指人物活着的时候，所谓死亡发生后，它仍然继续有效，直到回归中间层。为了方便，我们把内在意识我叫做灵魂，而滞留灵我们则称为鬼魂。角色我在自己人生舞台剧中的时候，因为隔音之谜的帷幕，会忘却初心与自我琐事，全情地投入角色的扮演中。而灵魂则在人物铺陈角色塑造结束后，开始利用自由意识寻求解题的方法。这时灵魂会用旁白的方式给出灵感的引导。如果角色我跟随自我内在的热忱与灵感去非逻辑地展开自己人生的抉择，那就会走出人生蓝图的轨迹。如果角色我依据世俗的人文、科学、宗教、政治的理念框架，执着于当下的普世价值趋向，那就会走出很大众的理性的人生轨迹。这样的人生轨迹虽然很成功，但与灵魂的渴望往往背道相驰，因为没有一个灵魂是为了住别墅、娶娇妻、开豪车、背名牌、比孩子而来投生人世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意的他几乎都不屑一顾，而他在意的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价值。那么当你成为被羡慕的对象，衣锦还乡时，当凤城散去，酒过三巡，日落西山后，自己躺在大床上看着天花板时，突然内心中漠然的失落空虚袭来。半生的努力换得一时的荣华，但自己知道早晚这些霓虹幻彩又熄灭的时候，那内心的空虚又向谁诉说呢？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填补不了饥渴的心灵，当然丰满的心灵也无法填饱饥饿的肚皮。
角色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得以在此层面维续，而灵魂也需要得到滋养才能渐进丰盈。角色我与内在我的平衡是一个大学问，是一种智慧的平衡，偏废哪一方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当二者处于平衡状态时，当二者之间有交流时，那么内在自我就能直接与外在自我沟通，给他带来必要的启迪，并给他，也就是给外在自我以他自己的利益，以及内在自我自己的浓缩理解力，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宇宙的存在。外在自我在这样有力的状况下，也几乎比较有能力把他在物质世界的经验传达给内在自己，并由此实际帮助扩展了内在自己，从而使内在自己得以直接经历他的伪装模式中唯有如此才能体验得到的刺激和操纵。内在的自己显然需要外在自我连同他的外在感官，以便允许他自己以各种伪装形态具体化。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或忘记。若没有外在的核心，内在自己根本无法借着参与能量建构来增益他自己的值得充盈。我们在灵性修习的过程中确实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一系列我的认知破例中，载具我、角色我、意识我、高我、本我一路置换着我的标签，然后发现了宏观意识，从而在一体性的彻底没有了我，达成无我。可无我并非是这修行的支点，它只是转折点。无我，谁在修行呢？在修什么呢？那不就躺平了吗？沦为无为的完空了吗？经过了转折点，意识进化从色空的二元对立进入了下一个意识维度，意识的均衡。内在自我是我，外在自我也是我，角色我不是一个需要被全然架空的毫无益处的皮囊，而是和内在我同等重要、各司其职的存在。它的存在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不然内在意识我也没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的来此演绎众多了。角色我与内在意识我是相辅相成、彼此协作的关系，既不能魄压制魂，也不能魂压制魄。就好像你有一个计划蓝图书，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完全的不考虑现实状态灵活应对，死板的依据既定蓝图形式，一定会出问题。而反之，全然不尊重设计图纸，随心所欲的胡搭乱盖，那搞出来的东西也与初心大相径庭。现场指挥和初始预设的有效平衡是极其重要的，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独大一方。这就是均衡的智慧，这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又不是那迷糊时当真的伪装山水了。在众多伪装模式的任何一个存在，都会训练并丰盈内在自己，以使其自身的质量与特性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这些固有的质量与特性，决定了内在自己将存在的层面。而在每个层面上，一定程度的具体化是必要的，它将根据层面的属性而有所不同。的确，从最后的分析来看，内在的自己才是持久的自己，然而各种外在自我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他们，内在自己就会被阻隔。作为一个法则，这些内在能力也无从实现。这么说吧，在一次特定的存在之后，外在自我并没有被吞噬，它仍然控制着那些他们在形成和训练中非常重要的特性和能力。最后，外在自我仍然是他在其特定存在期间收集的那些力量的控制者和指挥者，但甚至这也不是终点。他，也就是外在自我，根据其固有的能力和与基本内在自己沟通的能力，甚至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存在之后继续成长和发展。
内在自我在选择角色与故事脚本时，会优先考虑自己当下的能力短板和认知缺失都有哪些，而培养怎样的能力与经历怎样的人生，可以磨练与收集到自己当下急需的拼图。灵魂最重视的能力依次是无漏认知、智慧、透彻快速的理解力、洞察力、觉知力、预见力、记忆力、分析力、表达力、爱与被爱的能力、情绪稳定度、自我间的平衡能力、共情能力、行动力、自信力、包容力、延展力、抗压力、再生力，这十八项。这是在任何维度层面中都需要并均可被转世来去时携带的自我能力属性，也是灵魂在历次转生中渴望重点培养的自我意识面向。什么钢琴、奥数、外语、舞蹈、游泳、诗词背诵，对于灵魂来说，熟练工种和线性逻辑思维并没有多少用处。我们的科学和诗歌语言换了一个时间线或维度后也毫无用途。如果把这十八项能力给一个统一的名字，就叫灵商好了，其中包含了智商和情商两大领域，但更宽广博大。这些能力主要是自人生的历程中得到磨练，但并非只在活着的时候有所锻炼，很多成长是在人生结束后的回顾与反思中达成与完成的。我可以想象这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即使内在自己送出了一个新的外在自我去进行一个新的伪装冒险，先前的自我还是有寂静无限的发展途径，它有许多可能性。他可以选择保持他之所是一个自我，然后他会保持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内在自己的位置，但不会是比他先前更从属的地位。因此，他将再次回到他所熟悉的同一层面，在那里他会遇到新的挑战，并发展出新的能力。然而这些能力将具有相同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的是你们的层面，自我会有新的经验，发展新的能力，也许解决老问题，弥补不足之处，但仍然是在处理和操纵物质建构的问题。很多人因为我们世界的经验，对时间与我的理解还停留在线性发展与单一自我的认知上，就好像看着一个滚珠从轨道上滚过，留下一连串的残影。但事实上，灵界的秩序远比这个要复杂精妙，内在自我的发展更像是一株多年生的月季，第一生与之后累生的不同角色都同时存在于这株月季的不同层高上，每季同时开放着，并不断地基于已有的枝干再拓展出新的枝条和花朵，而每一个枝干节点同时有多个花朵在绽放着。第一代的角色我和后续历代的角色我同时存在，所有的角色我都在一次次的更替着自己的世代，每更替一次都多少有些收获和领悟，当然有时也会赔掉老本，我们说的越活越糊涂，越活越回线。同一个角色我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一代代地完善着自我所示的样子。同一个内在我有很多个角色我，不同的角色我同时存在着，虽然他们确实是依次被创建的，但一经确立就会持续存在下去。新的自我角色在按照需要被创造出来，结果就是你的世界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但他们其实都是你自己。你帮助的是你，你憎恨的是你，你厌弃的还是你，自己成就自己，也诋毁自己。在一生中，通过不同的角色相互间形成对等体验。当某个你真的活明白后，他会选择始终无条件的、不住相的去帮助与爱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人，因为这是打破自我拉锯战的唯一捷径，利他和共赢。
这也是让所有的自我都能顺利毕业，达成融合，撤离出矩阵的最有效手段。爱是可以传染的，心是可以捂热的，情是可以彼此共鸣的。大部分的自我的确会有一段时间选择这条路。就此而言，你们层面本身的要求必须满足某些发展，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一个完整的童年、母亲、父亲的经验等等，这些都代表了你们层面的最低要求。自我在这些方面可能也会有它特定的渴望。现在你们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在你们层面的各个转世中，转世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过去生命的资料被那自我的潜意识所保留，原因很明显，但这个资料可以被挖掘出来。理论上，这样一个自我可以继续无限期地以这样的方式转世，总是在成长和发展，但也总是在处理能量的操纵和物质建构的问题。那么，这代表了任何特定自己成长的一种可能性。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内在自我通过不断的自我成长与自我分裂，快速地达成对不同意识面向同时探索的渴望。不同意识面向上的经历被不断地汇总给自我群体意识，交汇成一个所有自我都可以共享的智慧认知宝藏。虽然从理论上，所有的意识面向都可以展开近似无尽的探索与自我成长，但当重复的周期过于繁多后，可挖掘的素材开始变得寡淡。这时，内在自我会开始逐一回收已经相当成熟的意识触须，把意识焦点更专注地投入到自己尚且薄弱的意识面向中，利用多个不同的意识触须，对同一个面向展开协力开发。这时，同一个伪装层面中会出现多个不同的自我角色，他们会扮演你人生中的贵人和仇人，和你展开密集的互动。有一点需要知道，内在自我在选择角色人生历程时，会竭尽全力地让这一生丰富多彩、跌宕起伏，让故事富有张力，让角色可以尽量地历经更多的磨砺，获得必要的领悟。内在自我和角色我从本质上是一对冤家，前者渴望尽量多地经历各种事情，好让自我的短板得到成长，而后者渴望尽量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内，悠然自得，毫无压力，平安喜乐，顺遂地度过一生。两者的平衡在这里就很重要了，逼得太急，角色我会崩溃，背离太远，内在我会抑郁，一味逃避，实在是一无所获。经历万千却无了明之志，也是白活。